大家早安！很高兴今天制作两个视频。第一个视频将是为了安德烈·米勒。第二个视频将是为孩子们准备的。我要再做一个关于情感的视频，但这次我要发布给孩子们。好的。安德烈·米勒的问题是：我如何准备我的？ 饲养员为了繁殖，那么安德烈，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。如果你有囚犯，你想确保他们是健康的，即使您有传单，您也希望确保他们是健康的，但。 什么品种是？如果您正在考虑新鸟或您正在购买鸟，您是否正在购买新鸟，为它们的繁殖做准备？你必须让它们通过你的健康计划。现在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想照顾三巨头？你总是听到我谈论这个。你想照顾球虫病？ 你想照顾蠕虫，你想照顾溃疡，这就是三巨头，那三个寄生虫最初传播给你的年轻人，所以你想先解决这个问题。第二件事，你想做。 是确保你正在喂食，你的品种是正确的。你想给他们适量的蛋白质，适量的矿物质。为此，他们拥有一切，他们需要喂养年轻人。现在让我告诉你，种鸽。经常受到压力。 他们从自己身上取出很多能量来传递给年轻人。你必须绝对确定吗？那个健康的开始。他们得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。现在就喂养而言，你要确保你给他们足够的钙。 和适量的蛋白质，培育年轻的，通常需要百分之十八到百分之二十的蛋白质。很多蛋白质，它们长得很快，它们成长得很快，所以年轻人需要大量蛋白质。好吧，我在想。 容忍我一点，他们只提供很多男人的，你会发现那些鸽子喂养年轻人，消耗大量的沙粒。现在你可以过渡了，你实际上可以用很好的方式过度使用它。你做了其中一些指示，只是不要，不要停止。 你想在早上给他们新鲜的沙粒，晚上给他们更多的沙粒吗？所以他们有很多矿物质。这几乎就是我准备的方式。新宗教进来。现在，如果你有你的传单，作为饲养员，他们通常很健康。他们应该是，你应该照顾好溃疡。 球虫和蠕虫，很久之前，你开始繁殖，但这是同样的例行公式。你想增加蛋白质，繁殖的时候，你想增加矿物质，可供它们使用。它们拥有所需的一切。 我真的没有囚犯。我总是从我的传单中取出面包，剩下的就交给他们了。我没有关押很多囚犯。我有时会买鸟，并从中培育出来，并非他们，但通常情况下，我摆脱了我的威风。我只是不喜欢有囚犯。我确实有，但我。 不喜欢 Kipo，好吧，我想安德烈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呵呵，还想告诉你，增加蛋白质。我会为他们颗粒。我喜欢哪种羽毛固定剂的颗粒？我在拖拉机供应和。 我可能会加百分之二十饲料中的颗粒蛋白质。那么多一点花生，一点点软面粉，给他们一些脂肪。我喜欢年轻人有点矮胖，所以为他们提供他们需要的东西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。但你必须先让他们健康。好的，谢谢收看。 并请订阅，别忘了买我的书。